您好，欢迎光临米歇尔。有什么需要您可以告诉我。有什么可以推荐的？我们店里有一些新品，可以给您介绍一下。好的呀。这边。这些。你还真不怕耽误功夫啊？这一看就不会买啊。没事的，我来吧。这个色系是我们今年主打的。这个剪裁很特别的。那边有包包，也可以去看一下。这一季我们包包是主打白色，夏天嘛，比较清爽。有您喜欢的吗？那边也有啊，可以看看。这一季我们设计师主打一些中性的风格，前面还有一些连衣裙，你也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家皮鞋也卖得很好的。这些都是什么材质的呀？款式不同，材质也不同。您看的这些都是价位比较低的，有黄铜、彩贝、人工珍珠之类的。那这一片呢，都是价位比较高的了。有 K 金、铂金、钻石、财宝，这边的大概都是多少钱？都是从便宜的到贵的都有，要具体看的。你们店里就没有更贵一点的？有的，那都是高级定制系列的，也都是百万级别的。我想买。您是说您想买高级定制系列的？对的呀。好，那您先到 VIP 室休息一下，我把目录拿给你挑选一下。这边请。请坐。那我给您介绍一下。好的呀。这个是我们的目录，您看一下，这些都是钻石，这个是我们的璀璨系列，这个呢是我们品牌最经典的珠宝系列梵梦系列，绝对是传世级别的。这套你有看到过实物啊？这个我不能说假话的呀，这个我确实没看过，这个毕竟很少有人会订购的。但是我们集中培训的时候呢，我有看过视频，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我觉得吧，像钻石或者说是珠宝呢，都是承载的是女人的梦想。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呢，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。你看那么好看的东西摆在那儿，所有女人她都会心动的呀。这个啊，我定一套。我们一起看看实物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。好啦。这个可能价格我还没有说。这一套呢要上百万。你刚才不是讲了，这是所有女人的梦想。它的预定周期是5个月，我们只接收全款预定，那就意味着您的钱得压在我们这里至少5个月呀。没问题呀，我要了。那我要去请示一下我们副店长。好的呀。这个，这些衣服都是我们限量款的，只提供给 VIP 客人的。确定他要梵梦系列吗？
啊，我很确定的，琳达，给我就行了。这么大一个客户，您人哪儿服得好？我帮你啊，给曼妮吧。没事的，我跟她进去就行了。 陈女士，请坐，请坐。来，吃点巧克力。啊，谢谢谢谢。那个，我听您说，你想要订购我们店的高级珠宝。对的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您详细的解释过关于订购的具体细节，包括周期啊、钱款等等。啊，他很好的，他很有耐心，所有的这些他都跟我讲了一遍的。那我要提醒您一下，因为我们店的珠宝是高定的，所以不能退换。啊，这点是题，我还是想到的。 我加您一个微信吧，有什么后续的进展呢，我就可以随时的跟您跟进。不用了，我就想加他的微信，后续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跟他联系就好了呀。还有，我今天带的这个卡钱不够刷的，我回去准备一下，过两天我过来付款。好了。 是这样啊，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今天先付一点定金？你们这个不是全款订购的吗？对，我过两天过来一起刷了就好了呀。好，加微信吧啊。如果陈女士什么时候有空来店里的话，你就随时调换啊。好好，我扫您吧。哎，好的呀，哎。 您到时候提前给我发微信，我随时恭候您。哎，好。你家住的离这儿远吗？啊，还好。那我们就不送您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再见。拜拜，再会啊。谢谢光临。真有你的啊！看到朋友圈吧，说不定甩咱们呢。 哎，你说你之前每天都比别人努力那么多，现在在这儿全都补给你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偷偷研究了星座运程啊？还是带了什么开运宝？你给我看看，我就是换支口红而已。哎，我看看，这什么神仙色号？我试一下。你试了也不能用啊。我为什么不能用啊？拿来给我。我试一下。你试干嘛呀？为什么不能试啊？ 所以我没有开运色，哎哎，口红充公了，我就这么一直很怪的。那你们有认真的经过？当然了，我们都在点呢。哎，你找到吗？没有，你呢？奇了怪了，我早上合数的时候都对，我现在数三遍就少了那条纽扣。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 Nancy，行吧，来吧，不用我说了吧，啊，拿着，要么呢把裤子找出来，要不就确认丢失，今天所有当班的人平分损失。明天我过来听结果，拜拜。你这干什么呀？赶紧找吧。那我去库房找找，我跟你去。 我要找，我已经站了一整天了，现在还要给我这样的事情，这简直就是酷刑啊！我要回去找妈。找妈也没用，赶紧找裤子吧。得，累也瘦了，裤子也没了。妮妮，这裤子多少钱啊？嗯，1万8。啊，好了呀，好了呀，一人3000，下个月不要吃饭了。 我请你们喝西北风。妈，Last，好好，我跑了。这都12点了，哎呀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走的时候把灯关上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知道了，拜拜，拜拜。
勇敢里流星更加灵验，旅途在所难免有无力的错。